今天谁是穿搭王？要得到这个奖励呢，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的。大家呢，除了走秀之外呢，还要会一个做一个最后的 ending pose。那什么 pose 呢？跟所有国际的时尚名模都一定会做，而且做得非常好的一个，就是将凹背的动作。所以说，女朋友们加油喽！